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锁定主流，倍数翻哈，股票要怎么倍数获利？股票要怎么赚大钱？倍数获利，来，很简单，锁定主流，重压，重压，重压啊！那恭喜全国同友，我们去年二十多块送给全国的系统，啊，当时跟你讲 AI 低价股，董事长换人了啊，所以二十多块全力重压，啊，你有200多万你就重压100张。啊，400多万重压200张，就这么简单，重压主流倍数翻呐、啊。结果呢，系统中二十多涨到多少？70多块啊，大涨3倍啊！啊，所以去年我们带领全国同学重压系统啊，100万变300万了，300万就变900万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！重压主流赚大钱，那错过系统大涨3倍的。啊，错过系统大涨3倍的，未来谁会大涨？你要特别注意啊！啊 ，AI 半导体系统第二 ，AI 半导体系统第二啊，股价经过2年的大底完成啊，股价过去从300多，重挫70%了，哦，跌到100多块，那在 AI 半导体的需求带动暴增之下，它是半导体的上游。啊，所以会带动未来的整个营收爆发成长啊！股价目前还在一百多，系统第二啊！听清楚，所有错过去年系统大涨3倍的，今天系统第二啊，正式发动，带领全国同学赶快进场布局。今天早盘啊，再创近期波段的高点啊！现阶段操作股票要特别注意，只有重压主流才会赚大钱。去年错过跟着我们操作系统大涨3倍的，目前系统第二一定要跟上啊！那目前选股特别小心啊，我特别叮咛大家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大盘从上周5月28号21900，今天呢啊在21800点附近，对不对？大盘没有什么跌哦。但是上个礼拜带你去追 AI 个股的同学，我就请你看看双红就好了嘛。上个礼拜还在1000块附近，今天已经杀到730了，你重挫30%呢，啊，所以这一个礼拜你要特别小心啊。很多股票双红重挫了快30%呢，大跌了快300块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旗红一样啊，啊。800多杀到600啊，重挫200多块，是不是？很多老师啊，追什么光宝科一样，120杀到100，所以这个礼拜你看指数好像没有什么跌，很多股票已经杀得灰头土脸了，特别小心啊啊！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呼吁同学啊，想赚大钱的，请你把握 AI 半导体系统第二，好不好？这样结构的股票，未来才会有大波段甚至倍数的获利啊！没有错过系统大涨3倍的，很简单，今天这档系统第二，务必拨电话进来，索取重要的关键报告，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那指数台指要如何倍数获利啊？啊，台指要怎么倍数获利啊？啊，你要掌握什么？千点的波动嘛，千点的波动来创造倍数的获利。指数操作，你不是跟一些死多头的老师啊？很多老师做指数的，每天就台面上喊多会赚钱吗？啊，我就请问你啊，上礼拜指数在21900，今天还在21900附近，你喊了一个多礼拜，你告诉我，喊多的老师这一个礼拜有帮你赚钱吗？啊？前几天先杀700多点，你就已经断头了，现在涨上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啊，前面已经断头断的血流成河了，所以喊多死多头，你告诉我你赚什么钱，对不对？但是所有全国同学啊，我讲过指数倍数获利，掌握到千点波动嘛，对不对？从5月28号到今天，指数你告诉我要怎么赚钱？啊，死多头会赚钱吗？
笑死人了，先杀700多点，你已经断头追缴了，对不对？那死空头呢，对不对？哦，空下来也不懂得回补，到今天你也是赚不到钱。所以这一个礼拜以来，死多头死空头，讲白了你通通赚不到钱，甚至还重挫惨赔啊，对不对？唯一要掌握波动嘛，你看看我们 AI 城市在5月28号已经跟全国呼吁了嘛，对不对？5月28号已经告诉你，这里你要掌握千点的波动要怎么做。5月28号当天21994是告诉你要怎样把握向下先放空操作啊，当时5月29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你的老师21000、21900还拼命做多，我跟你讲，台面上就是这样的啊，不怕死活，对不对？不管会员死活，这边乱喊一通不可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5月28号21994跟你讲了，这是第五波的陌生段啊，第五波的陌生段，这里要赚钱唯一的方法先把握向下放空操作嘛，有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嘛？啊，所以这一个礼拜以来，上礼拜放空700多点，昨天大涨再空100多点，两趟是不是快要1000点了？两趟就已经要1000点的倍数，哎，同学，所以钱是这样赚来的，辛苦耕耘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每天来乱喊，喊多会赚钱啊，笑死人了，喊多你会有钱啊？上礼拜喊多老师一大堆，先赔700多点，现在涨上来了，你还是没有赚钱呢，对不对？前面已经赔了，你懂吗？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以来放空两趟，是不是又送全国同学将近1000点的行情啊？来，怎么操作的？我们一步一脚印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相信 AI 程式，相信 AI 专业工具，财源滚滚而来，就这么简单。AI 操盘工具 ，AI 程式来计算筹码嘛，对不对？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通通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硬凹，对不对？不要死多头，不要死空头。我们操作最高的境界，最高的目的就是掌握波动，掌握千点波动，创造倍数获利。我们就是要赚大钱，但是要掌握波动，对不对？好，很简单，怎么操作？5月28号怎么操作？5月28号怎么操作的？来，麻烦全国同学自己，请你用眼睛看，来，导播拉近一点。5月28号 ，AI 程式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软体就是很清楚告诉你，空嘛，21962空嘛。要你猜，要你算，要你在那边啊，还研究支撑压力，不要嘛，赶快空，程式转空，有明确的方向讯号价位，所以5月28号当时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清楚，告诉你赶快放空，对不对？导播再拉近一点，是不是时间5月28，21962空，很难吗？赶快空，要赚大钱跟紧 AI 程式。所以5月28我们全国同学怎么操作的？很简单啊，8:49一开盘21950空，11点多219702万2附近加码加码加码空，到了1点多2万2附近都来了，是不是都来了？所以当天一早很简单，想赚大钱跟紧 AI 程式。5月28号一早 AI 程式转空，所以一开盘950空、970空、22000附近全力加码放空，全力放空三笔。你告诉我，这笔空单，好利息探瓦贼啦，啊，700多点呢，700多点呢，什么概念？700多点一口保证金20万可以赚15万呢，获利是不是70%？获利70%以上，同学，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嘛。所以一个礼拜放空，你看获利高达70%以上，哎，那你这一个礼拜你做股票有赚70%吗？不要笑死人，对不对？你买到双红，你已经输到脱裤子了，对吧？这礼拜买股票，很多人已经赔到昏头转向了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跟着我们上礼拜先放空台子期700多点，获利高达70%以上，100万就是赚79万的，200万就是赚150万的，了解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指数操作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创造很大的获利。
但要做对嘛。你不要上礼拜跟那些胡说八道做多的老师先杀700多点，你100万剩20几万了，你哭都哭不出来，所以跟错人很惨的啊。所以恭喜全国同学，对不对？上礼拜5月28号 AI 城市转空，所以告诉你这里第五波陌生段嘛，赚大钱就是把握先放空嘛，先放空再讲嘛。28号，对不对？950空、970、20000附近全力放空3笔，结果重挫300多点，3笔空单是不是送你2000多点呢、啊？1笔就700多点，3笔2000多点呢？你看上礼拜跟着我们放空的人赚多少？赚翻了。好，不啰嗦，大跌700多点了，是不是？空单告诉你要懂得怎么回补嘛。来，6月5号有没有？6月5号一开盘9点多嘛。对不对？2199-4970波段空单，趁大跌700多点，逢低获利回补。早盘9点多，前天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700多点先获利回补，把钱放口袋。我讲过，我们操作目的是帮投资人，帮你把获利的钱放口袋，不是每天在那喊口号，哎，多多多，对不对？喊多就赔700多点，哇，死鸭子嘴硬。现在呢，你还是赚不到钱嘛，啊、哦，所以恭喜大家，上礼拜全力放空，送你700多点，对不对？1笔单700多，3笔单2000多了，对不对？先把700多点的获利放口袋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前天获利回补也跟你讲了，我们会怎样反弹再找空点，你上来我们再空你，对吧？你空弹得越高，我们空得越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反空单回补之后跟你讲了嘛，错过2199是放空大胜700多点了，我说反弹上来我们会再把握放空嘛。那昨天6月6号一早啊，是不是冲高创新高？来，昨天一早啊，全国同学导播再拉近一点，大家自己看，昨天6月6号一早 AI 城市再转空了嘛，21956再转空，那怎么办？那当然空啊，对不对？相信 AI 城市，财源滚滚而来。昨天早盘指数再度大涨，机会又来了嘛。所以我讲了，错过2199是上礼拜放空送你700多点的，昨天早盘开高，再度放空的机会来了嘛。21956转空，赶快空，对不对？昨天21956转空。逢高，赶快避险放空啊！来，熊同学亲眼看一下，昨天 AI 城市21956转空，所以我们昨天不啰嗦嘛，是不是啊？21930、21980附近，赶快逢高放空操作嘛，对不对？到了11点多，21962嘛，对不对 ？AI 城市转空，赶快逢高就是放空操作。你告诉我，今天呢？今天早盘呢，21781啊，多少点？又快要200点了嘛，一口又3万多，五口又10几万了嘛，赚钱就是这样赚的嘛，对不对？把握高空低补，逢高再空，因为现在第五波陌生段，所以恭喜全国同学，昨天早盘大涨 ，AI 城市21956转空，不啰嗦，赶快逢高全力再空，再送你170多点嘛。那今天一样嘛，趁大跌，对不对？100多点要懂得逢低回补嘛，把钱放口袋，一口3万多，五口10几万嘛，很简单，逢低回补。但是反弹上来，我们是不是再找空点啊？当然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大家自己注意看，昨天的空单21956送你170多点，上礼拜的空单送你760点，光是这一个礼拜以来两趟的空单送你。又快要1000点了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700多点，昨天再空170点，两趟900多点了嘛，是不是1000点？倍数不难的，你要懂得操作，你不要跟着死多头老师。上礼拜做多赔700多点，现在又说在这边做多，我跟你讲，你准备又要赔钱的了，好不好？恭喜全国同学，我们上礼拜 AI 短空两趟，短空放空两趟，是不是送你900多点了、啊？赚钱就这么简单轻松，千点波动倍数获利，又要达阵了嘛。所以上礼拜跟着我们放空两趟，
千点又要达阵了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端午节后你等着看好了，你等着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那相信 AI 城市，不要猜不要赌，不要猜不要赌，好不好？那指数如何操作？我还是啊、哦、很严肃的跟你报告，对不对？台股已经是大涨了10000点，第五波的陌生段，第五波的陌生段。一切反弹逢高要懂得避险放空操作，要懂得避险放空操作，好不好？那尤其提防端午节后，提防端午节后，昨天这个缺口太大了，好不好？提防端午节后向下回撤缺口，好不好？所以上礼拜恭喜大家放空一趟700多点，反弹上来照样把握逢高放空，好不好？端午节后会又赚多少点？大家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提防端午节后指数的一个高档的修正，那相信 AI 城市财源滚滚而来，好不好？全部同学把 AI 操盘工具带回去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，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锁定主流倍数分哈，股票要如何倍数获利？很简单嘛，锁定主流重压嘛。我们去年20多块，请全国同学重压一档，哎，200多万你就买100张嘛，400多万买200张嘛，资金全力重压一档系统，结果你看看，20涨到70多，大涨3倍嘛，是不是100万变300万，300万变900万，你这样才会赚大钱嘛。错过去年系统大涨3倍的，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啊。未来还有大涨的条件，就是它系统第二，系统第二 AI 半导体整个需求暴增嘛，它就是半导体的上游嘛。那股价在100多块，经过2年的大底完成，过去从300多重挫下来，现在股价只要未来回到全波的高点，我告诉你，这又跟系统一样，又是一个大涨3倍的行情。今天系统第二再度攻高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系统第二，系统第二，系统第二，今天务必想赚大钱的投资朋友，想掌握倍数获利，今天拨电话进来，系统第二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端午佳节送给全国同学，那这段时间你要特别小心啊，从是吧，上周股票到今天指数没有什么变动哦，21900，今天21800，但是你现在买错股票，我跟你讲，你死得很惨哦。双红看一下，从上礼拜1000附近，今天已经杀到700了。
就像买错股票，你会很惨，你真的会很惨，好不好？所以特别注意，今天系统第二，像端午佳节啊，想掌握大波段倍数获利的，今天一定要拨电话进来，系统第二赶快跟上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指数怎么样倍数获利？啊，指数要怎么倍数获利？你告诉我，死多头吗？上礼拜很多老师21900，哇，全力做多，对不对？跌700多点，再弹上来，现在还在21900，你就是白搞一场了吗？所以指数不是喊的，不是喊多喊空，你要懂得操作，对不对？掌握波动嘛，掌握千点波动嘛，你就是倍数获利嘛。从5月28号到今天，你要怎么赚钱啊？死多头，你告诉我会赚钱吗？先赔700多点，你已经命都去半条了，对不对？死空头，你也没钱嘛，在原地嘛。你看这两个礼拜指数就在原地嘛，像鬼撞墙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懂得先空下来回补，上来再高空，两趟跟着我们，是不是送你两趟？是不是送你快要千点的行情？这都不是吹牛的，全国同学。所以大家亲眼见证，上礼拜公开呼吁第五波陌生段要赚大钱，唯一的方法先把握放空，放空，放空，放空啊，把握放空。结果呢，是不是送你700多点？你这样才会赚大钱啊，死多死空都没有用了，听清楚啊！掌握波动，你就是倍数获利。相信 AI 程式，不要猜，不要赌嘛，对不对？那如何操作？很简单，5月28号，全国同学 AI 程式空嘛，21962空嘛。所以5月28号一开盘，带着你把握全力放空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5月28号开盘8点多，21950空，对不对？到了11点多，2197022000，全力放空3笔，同学，全力放空3笔，到了1点多，22000附近都来了嘛。结果呢，送你多少点？结果送你多少点？对不对？5月28号全力放空3笔，结果送你多少点呢？自己告诉我。快要800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6月5号一早，对不对？700多点，不啰嗦，大跌700多点，空单要懂得获利回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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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700多点获利回补，但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反弹上来我们再找高点空，我们要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恭喜大家啊，反弹上来再空。那昨天6月6号是不是再度开高？再度上冲21900，昨天不啰嗦 ，AI 程式6月6号一样21956转空转空转空，所以昨天我们毫不客气，你弹上来我们就把握空点嘛，对不对 ？AI 程式21956空，把握放空，毫不客气，对不对？所以昨天11点多21930980，你上来我就全力空，你上来我就全力用力放空，对不对？到了11点多21962嘛。对不对？昨天 AI 程式956空，所以我们930980附近全力放空操作。结果今天，请你告诉我，21781再送你快要200点啦，一口30000多嘛，一口又30000多嘛。所以赚钱不是用吹牛的，不是每天喊多啊，对不对？死多死空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大跌了170多点，一样嘛，先获利再获利回补。但是我们还是讲得很清楚嘛，反弹上来我们还是要把握空点嘛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亲眼见证，昨天956的空，今天早上是不是送你快200点啊？那上礼拜21994970950全力放空，送你多少？快要800点呢。你告诉我，这一个多礼拜以来，对不对？两趟的空单，第一趟快800点，昨天空又快200点。你告诉我，光这两趟送你多少点啊？千点快达阵了嘛？千点的倍数获利，你这一个礼拜有没有掌握倍数获利啊？啊，这一个礼拜你告诉我，你做多有赚一倍吗？对不对？你跟你的老师买到双红，你都已经啊，端午节都哭不出来了。我跟你讲。对不对？那你跟着老师死多头的老师，这一礼拜有赚一倍吗？你先赔700多点上来，你前面都已经断头停损，断头断光了啦，哦，所以不是吹牛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恭喜全国同学跟着 AI 程式，上礼拜先空700多点获利回补，上来再空又快200点了，两趟已经快1000点了。我跟你讲，端午节后只要再度向下回撤缺口，那早就1000多点了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怎么操作？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千万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相信 AI 程式，指数接下来怎么操作？怎么样掌握倍数获利？很简单嘛，第五波陌生段，这里要赚大钱，就是逢高，逢高，逢高，要把握避险放空操作，
好不好？逢高把握避险放空操作，那尤其提防端午节后，提防端午节后整个指数的一个高档的修正，指数的一个高档的修正，好不好？不啰嗦，相信 AI 城市，跟紧 AI 城市，对不对？创造倍数获利，这就是我们 AI 城市帮助全国同学最大最大的期许，好不好？希望全国同学端午节把 AI 操盘工具带回家，端午节后跟着我们一起掌握千点倍数的获利，拨电话进来跟上脚步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咱的祖先盖勤俭，万行修行拢无拍算，死死趴趴地蹲起来啃。无时阵一块菜脯买当配三顿。时代无同款，古早味即摆换阮替恁传，因为祖公安尼起顶，所以阮一切照起工。唔然后你食传统，佫较好你食健康。啊啦，开人，拢挖苦刷工了后，就袂晓不哩等。明仔载开人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。